还没有遇过兄弟象，所以今天也是象队的打者第一次遭遇到这位新羊头三游肩。这个球游击手扑过去还是拦截到，但是哇，拦到已经99.9分，对，但没办法传这个，我有点有道理啊。嗯，而且我们等一下可以看，开始刘一成的布阵又比较守的靠近了垒包的位置，所以他移动的距离真的够远。哇，最后这个延伸呢做得非常的漂亮，后来他不传也是正确的，没误啊，在草皮上还滑了一下，干脆尤其又面对的是目前联盟的盗垒王，这个传的搞不好还会发生失误。